一到十分，我给7分有吧？我觉得不会超过5分，只有5分呢。我会打9分。7分左右。要看工业了，大家的工业都面临着不同的情况。建筑业，反正在商业小型工程的可以试行，那个大型的呢都不可以试行，因为他们会造成人群聚在一起嘛。说真的，这一段时间他让老师更安心的，因为他年年都拨款给读中学校，就不用说像以往这样子这么辛苦到处去筹款，我们就变成我们老师可以安心的在做网课教学这一块。留学者还没有看到那一个光，还是一直在洞里面，还在探险，希望能够找到出路。所以目前大家都是以转行转态的心态来去谋生。疫苗希望真的可以在这个企业里面完成，他们要努力一点，我觉得不要靠那个 MyCertica 来去叫人民去打针，反而就是可以经过工会啊。希望说我们这些工业打了2针之后，政府可以给我们80%或者到100%的员工可以工作。其实我觉得他们也做得很多了啦，不要再去要求太多了，你明白，只要大家平安就 OK。